方出来的，与此当护航的官吗？真是真的非常差劲。我们再看李先生是戴罪撤照，进电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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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撤照。我们基本上来讲的话，我们呼吁各界 NCC 一个单纯的空缺去审查，请不要介入个案的审查。那您自己会回避吗？没有，就回避不了。就现在回答过了，没有，我已经回答过好几次。那四五月就是会排审这些，我们依照法定程序去处理。